中间你现在配到的这个肉是叫什么？叫做麒麟，而且啊，你看它是一个火麒麟，你看中间有个小火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他朝堂议事的地方啊。背后的一个屏风称为百寿图，这百寿图就是当年老佛爷所写的啊。虽然说是他写的哈、啊，但是呢是。过去怎么来运输这么大型的水稻？你既不能破坏它。外地的本地人啊，啊，行，都漂亮。拿过，拿过。再来一个。反正逆光不逆光是给他弄的。对，这个能照全景吗？来，你照全景，咱发给我们呗。你照全景啊？照这样全景。我照这，还扫过去。对，你不会那玩意儿。华为能弄吗？啊，华为能行吗？可以。哎，大哥。
Oh, see, it's too dark. Yeah. You know, it's not for us.仅仅一天放七个。带点做饭回去啊？对。规定了，你们。对。你上他一张。你还去吗？